哎呦我的妈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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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个三结义啊，我俩把手往这一放，你就把手放过来，听懂没？看你的样子好像没太听懂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几头蒜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从厨房跑到我客厅和阳台上去的呢？咋的了？你不是大蒜的生产者，你只是大蒜的搬运工，是吧？一趟一趟的不累吗？啊？